很帅很帅。他一直担心，哎，我好丑，我刚拍的好丑，脸好大的，都是事实。喂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而且你唱的最厉害，你是个实力派的歌手。我想要实力兼外在一起，不可能。你拿到唱歌的才艺，那长相就很傻那个肉肉饼，就是可以削进去的。哟，知道？我也不要这个。哦，对，这个。哦，鱼尾纹还是这一块这一块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去找 Teddy 啊。他去哪里整的？好，他已经过小在，不是因为他是实习医生。啊，你是他的实习医生豆哥是不是？他说去哪里整的？不整吧，因为从以前到现在，不管玩什么游戏，他都会查一堆资料，那就可以问他。还有我今天很会打篮球啊，超喜欢他打篮球。我最近在玩游戏，然后他都一直在救我。我翻给 Haven， 我私下只要马上遇到只要有英文的问题，我就会马上微信他，就是把他当做一个 Google 翻译机这样子。微信吧，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都可以帮我们大家先录好一层语音。艺人，艺人就是有些比较好笑的行为。我们 MV 的舞蹈那个 part 是艺人要在前面，还没到那 part 的时候，他就到那 part。他是自己先往前冲，然后开始这样。超像神经病，伊恩，因为他也是第三代，我们一起努力的融入这个 special 嘛。你知道是谁吗？去看一下。这有什么要干成这样啊？先头杀是不是？哎，知道了。孩子，我们知道了，你知道了吗？